1992年，香港 TVB 推出《大时代》一剧，剧中刘青云与郑少秋两位主角在股市的恩怨情仇腥风血雨，切中当时正沉迷于股海中的香港社会，因此甫一波印即造成收视热潮。观众入戏太深的结果，《大时代》的剧情竟然牵动香港恒生指数的起跌，郑少秋还差点因此吃上官司。此剧所引发的讨论与轰动，为刘青云缔造个人电视生涯的高峰。各位，有好消息，今天股市会升，升一定升，能升到10000点。啊，别怪我不告诉大家啊，要扫货，要入货啊。OK， 很少有这种机会的啊，升一定升，我向大家保证一定升，能升10000点，赚钱的好机会啊，入货啊，相信我方振博保证了。哎，大叔，别说我不关照你啊，啊。入货啊！哎，谢谢，起码收到10000点，哎，赚钱的好机会。我听你的。OK， 哈哈，10000点 ，OK， 入货啊！好，谢谢。OK 啊，谢谢大家，记住啊，我方振博向大家保证 ，OK， 10000点，一定能收到10000点，一定 ，OK， 大家有信心 ，OK。看到以前访问刘青云的资料，他在《大时代》这个深受好评的电视剧，他说他拍到最后一天拍完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人都空掉了，然后他开始问自己说，我到底接下来要做什么。那我当时看到的答案有两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个时候说你想，你拍完《大时代》的时候那个空掉的感觉，你现在还记得吗？还记得啊，那个感觉现在还有还在吗？已经10年了，10多年了，还是有。我说真的想过不当演员去旅游啊，还有可能去卖雪糕。卖雪糕？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通常来买雪糕的都是开心的，对对，都是开心的人来买雪糕，还是小孩谈恋爱的，谈恋爱的这。你这个工作会面对很多开心的人啊，叫你当医生就不愿意了，就面对一堆烦恼的人了，没得够了，就后来根本没有去做啊，要旅行是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吗？有，我很喜欢去旅行啊哈。那时候拍《大时代》，人家一定认为你拍到了一个好红的戏，又角色也那么红，应该是觉得很得意才对。为什么你会有空掉的感觉？那时候我好像差不多30岁，就是觉得是不是我这一辈子也是要做这样，是不是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别的事情可以做的，我就是这样想。那是你的人生第一次想说可不可以不要当演员啊？是，好，第一次。为什么《大时代》会那么累？那演《心扎师兄》就不会那么累？我想是剧本跟那个年纪有一个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在电视台拍电视剧差不多10年，演员通常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常常会说剧本不好，因为每一个演员都觉得自己是好，是剧本不好，为什么我运气怎么不好，没有碰到一个好剧本啊。但是后来我看过这个《大时代》的剧本，我觉得它是挺好的。那感觉是完全相反的。OK， 现在你有一个好的剧本，如果出来不好了，就是你不好。对对，没有办法逃避，没有逃避。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有一点压力。当时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个电视剧真的演得不好，我就不当演员啊！真的这样说，我就觉得10年来是浪费了。有的时候演得很好的戏，
观众也不一定爱看啊。是是是是，通常都是对乱演的可能很受欢迎，对不对？通常都是。所以你评论他，你自己演的好或不好，是跟票房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看的。我自己觉得哦。当时他出来以后，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个电视剧是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已经累了。啊哈！我就每天躲在家里边。我还记得，我最后一天拍完的时候，我一个人去吃东西。啊，叫了一个牛排，一杯红酒，就坐在，就是不能吃，一点都不能吃，吃不下去，酒也没有喝，就是坐着。这样的感觉，我还有这个记忆。拍完的最后一天，不是应该大家聚在一起庆祝吗？没有，没有，我没有。你不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吗？哪个时候不太喜欢？那个时候心情不对。拍最后一个镜头，当导演说 cut 的时候，我就睡在地上面，马上就看见天空，在那个马路旁边。连他们都看着我，以为我昏倒，又昏倒，神经病，就是。那个压力持续多长的时间啊？拍这个戏，这个两个多月。两个多月，我听你有一次讲过，你说拍戏的时候，你可以跟一起拍戏的其他演员很开心的聊天相处，可是只要那个电影拍完以后，你再碰到他们，就连打招呼都懒得打。不是不是，也没有那么严重，不是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是因为，一起拍戏的工作的时候，大家希望，我希望每一个工作的时候应该很轻松一点这样子。但是我本身不是怎么那么热情的人啊，其实有一点冷漠的，其实。所以拍完戏以后，不是不打招呼，就是那的感觉不一样了，好像没有办法像拍戏的时候那么亲密啊。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哦，别的人难道拍完戏以后还是很热情啊？有的，比较开朗那些的，但是我不是很开朗的那种，我是比较麻烦的那种。那这个会带来困扰吗？别人会觉得你现在还好？现在我想应该可能这一两年。我想是有一点改变，现在我的比较轻松，没有这么，我是真的没有以前这么严肃，还有我觉得现在拍戏是很开心，以前拍戏我是不会玩的，现在我会跟大家玩得开心一点，我觉得应该放 relax 多一点，你觉得啊？婆婆是香港小姐冠军，又拥有高学历，郭艾明优秀的条件使得刘青云常被记者质疑男性尊严会否受损。两人的结合缘起于拍摄《大时代》。喂，你先告诉我，你今天是抽了好签了，还是踩了狗屎了？我 call 了你一天，你都不复 call， 又没有给你一部 BB 机啊！喂，大姑啊，你以为香港满街都是电话？你了解不了解啊？又出什么花招啊？你以后没借口了。咦喂，10000多块的水壶啊！你看，我拿这个。是。喂，怎么？哎，哪儿？哦。喂，方展博在吗？在呀、啊，怎么？喂，傻瓜，我们去哪里呀、啊？喂，你这么一天到晚的烦着我，是不是爱上我了？千万不要，会死的啊！你算了吧，我最不喜欢黑鬼了。喂，你种族歧视啊，小姐。刘青云在1998年的时候跟另外一名演员结婚哦，那这名演员同时也做过香港小姐是吧？是。所以他对你来讲是一个演员呢，还是只是一个女生，还是他当过不当过香港小姐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她是一个女生啊哈，不是因为她是怎么明星，不是因为她学历，对吧？不是啊哈。两个人都是演员，结婚了，这样会互相讲演出的事情吗？关于演戏啊，有的。有一个是很，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
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嗯，看完电影以后，我们就去coffee shop 客人聊天说电影。很多时候说这个故事里边，他特别的注意那个女生那个女的演员的发展，我就比较注意男的。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是本身是演员，他看起来特别的投入。嗯，很多时候喝咖啡的时候，他会说了个角色，说就流泪。哇！我就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子，你在看着我们，你流泪就一定是我错。人家一定奖赏，一个刘青云啊！我说，不要高兴。那想想就有就是。好有趣，他很投入，说这些看戏啊。你不会？我没有这么严重。嗯，我也会的，但是没有这么严重。啊，那如果郭蔼明演出演戏的方法，你不认同，你会跟他讲吗？说你这样演不对？会讲，但不要很。直接的讲啊，那个一定的，对谁都一定的，对，应该我想，因为男生跟女生想法很不一样，嗯哼，他对某种事情应该怎么样，对怎么事情怎么样，他看法不一样，嗯，不一样。我看你提到说，你跟他结婚后跟结婚前不一样的地方是，你没有跟郭蔼明结婚前，你是一个为了要赚钱会忙得要命的拍戏的人，那是他让你觉得。活着还可以找一些别的乐趣吗？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么严重。基本上就是可能是相反，相反吗？是我觉得就是跟他一起以后，我就是人也是比较贫苦，嗯哼，没有怎么紧张啊，没有怎么紧张。所以我常常说他是我的药，吃的药，对，一生病一有什么毛病一发作就吃一点。但我觉得跟他一起生活比较平行。结婚前的你是很愤怒的，就是哪些事情会让你愤怒啊？好像现在好像说我肚子饿啊哈，我去吃东西。我觉得肚子饿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对，好像现在我肚子饿，我去吃那个好像去一家有名的，都是吃那个叉烧包这样子。当我去了哪家饭店吃叉烧包的时候，如果没有叉烧包，我就会。还有就是有叉烧包，如果叉烧包不好吃的，我就会觉得我就会胖啊，算了，走了。好，以前是在那怎样子的啊哈，有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小的事情就是会好像那个神经一样，好像我今天坐飞机来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我这个位置怎么冷的，这风就是吹到我的头上，为什么怎么大的飞机，但是我就没有发脾气了，现在没有，就是说开玩笑的时候，你以前就会发脾气了，会不开心，我不会骂人。 OK，我不会骂人，说骂你都要这样冲进问我，你在这坐着就是这样子，臭脸。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是不喜欢骂人的。可是你臭脸，别人还是觉得很可怕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样子比骂人还要不好，人家看着你不知道你干什么。那没有办法，你就长得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我看到有一篇访问，他问说你拍了这么多。电视剧跟电影最大收获是什么？你说是赚钱，是不是？是除了赚钱之外呢？没什么啊，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有没有？觉得说哇，我好棒。我觉得不一定是当演员才要自我感觉良好，而很多时候当演员还有就是很多自我的感觉是不是真实的啊？是这样子。但演员是，但你是喜欢的工作，但是你得到什么，就是钱。嗯、你从什么时候几岁开始那个钱就比较让你高兴了？就是演《新扎师兄》的时候酬劳就已经很多了吗？不是，没有。其实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笑话。我八三年进那个电视台的训练班的时候。
只会好玩。嗯哼，从来没有什么赚钱，没有赚钱，没有赚钱，没有没有钱，没有红这个东西在炉里面。啊哈，就是觉得好玩，演戏是好玩的。是，不是我说的过程是好玩，你碰见很多人，可能碰见周润发啊什么，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你要去电视台玩一玩，真的好玩，就是从这个缘开始。啊哈，你说其实我喜欢，如果有这个剧本，我很喜欢。当然我很喜欢的，我不收钱也可以去拍啊哈，就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钱好像不算最重要的问题，但拍了这么多来多年的演员，你觉得你问我现在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有一点钱啊哈，好像没有什么比哎有一个太太太太也不一定要靠演戏才能够得到吧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工作就是这个当然里边有很多很满足的时候、uh-huh. 但对，因为我常常觉得你要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你要做先做实践你不喜欢的事才能完成这个情况下、uh-huh. 还有演戏节目多年来我觉得他让我知道很多很不同的人物，让我知道我自己，让我知道我家人。嗯，我不知道我当别的工作会怎么样，因为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当别的工作。嗯哼，但是你刚问我当演员是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当演员是不开心的事，但是演员就是喜欢这个不开心。嗯哼。